你看这几位老大人头毛白苍苍，因跳不起来是比少年人更加厉害。这是台西第一乐龄中心，也是老大人快乐学习的所在。我们台西乐龄就是从民国100年元月3号开始成立的，由善德国小承办。然后民国102年的时候，就由我们西鼎社区发展协会承办。今年到今年，我们台西乐龄已经迈向第4年了。然后在这短短的4年里面，我们有这样的成果，真的我们也觉得很惊讶。我们这边成员，光我们村里面呢，大概有70位啦。那每天来来去去的，大概就有40-50位、50-60位这样的来这边参加。因为沿海老人人口数在大部分都是独居长辈，为了关怀照顾长辈，课程的安排也特别用心。我看3分之2以上都是独居老人啊。然后我们这边乐龄又安排了许多课程这样子，让老人家来这边学习。比如说有政策宣导啊，说希望他们有什么用药的安全啊，还有交通安全啊，预防诈骗啊。像今天我们就是舞蹈课啦，因为可以动一动，然后让他们要疏解一下压力，那也会延缓他们的失智老化。来到这每一天都有新的东西很好喝，让长辈都非常期待。我80岁，我自己人在住，我在家很无聊啊。船长叫我来吃，来吃请老师来咧教这个迄落吼，来吃精神有较好，跳舞吼、感觉阮精神有较好啦，较快乐啦。阮即内底吼，大家拢有啊，足巧的，拢无去用绑票去啦，拢逐项的，所以吼，拢足了解，也有啊，毋通我白吃啦，全拢在讲课的吼，拢有咧讲阮听啦。能够带给老人家一个像一个大家庭似的，富有农村的那种人情味，再找回来。伫这长辈都互你看袂出伊的年纪，这其中的秘密看因的笑容就知影，因为因过得非常的快乐。虽然囝无伫身躯边，不过有一群老朋友，逐天陪因欢喜过日，也互因袂记起因到底几岁咯。记者胡永平采访报道。